用群早安。你又有新玩具了。嗯。妈妈尘封已久的，好像是奶粉还是尿布送的玩具吧。开出来给小勇群玩。哎呀，小勇群早安，今天睡到7:30。然后起床玩玩，你在研究什么？为什么眉头皱的这么眉头深锁？没有，生气。没有，多好。先去早安，早安。吃早餐，再喝奶酪饼干。今天一样是7:30的奶酪。怎么搞的？最近都那么早就起床了，7:30。没有办法再睡到8:30了吗？小勇群呢？妈妈的好日子结束了，是吗？不是，妈妈慢喝。快递哟，筷子。越来越会了。来，今天吃饺子，水饺，对，水饺。好，从那边吃，可以。哦，滴了，滴了，滴了。里面的汁都滴出来了，没关系，用手手也可以。对了，要扶好。嗯，又不要了，你又不要了。今天也煮8颗水饺，我妈煮了8颗水饺。慢慢吃，嚼嚼嚼。你不要啊，那就放着，就放着就好了。嗯，能放的不可以放。有新小朋友有新的餐具了，哎呀，来。给你吃今天的晚餐，今天吃鸡佛鸡肉番茄面，番茄鸡佛鸡肉面。好呢，你看看你要不要先吃这个东西？鸡佛，哎，小勇群第一次吃鸡佛，你要用汤匙用夹子吗？用筷子啦，不是夹子。Thank you.
面不改色。怎么了？我面掉了。小永菊，你把鸡脖吐出来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是柔柔，这个是柔柔了。柔柔吐。柔柔吐啊！你用叉子擦面。鸡脖不要。鸡脖不要。好啦，那没有鸡脖了啦。面面。不要不要。怎样？整桌都不吃了。一呢？一怎么比？一，二呢？二，五呢？五怎么比？赞，赞零，那个是零，对。五呢？五怎么比？好了，小永菊和奶奶洗完澡啦，洗完澡喝个奶奶。喝光光，好睡觉，一觉睡到早上。是我。好，再坐这边，坐这边，看电视。妈咪看，好，妈咪看，人坐坐边边，好，坐边边看，笑，那么开心，咪我叫，鬼，叫，鬼叫，鬼叫。猪尾咒，猪尾咒。你到底在讲什么？猪尾咒，猪尾咒。猪尾？啊？还是猪尾？还是？猪尾咒，孤儿咒。孤儿。孤儿。嗯。嗯，到底在讲什么？妈妈听不懂。孤鬼，孤鬼，孤鬼到底是什么呀？孤鬼，孤鬼，妈妈到底要念什么给你听呢？妈咪蛋，妈咪蛋。好，打猎，我们来看打猎。你看，打猎是一种很好的休闲运动，不但反应很好，要很机警，动作敏捷，还要有很好的技术才行。尤其如果是为了兴趣而打猎，更需要注意安全，因此打猎的装备也很重要啊！你看有帽子，要戴帽子，对不对？如果怕热的话，还有戴手套，穿靴子，穿外套，还有一个背包，你看，包包，还有急救箱里面放药药，如果生病的话，里面可以药药要吃，帐篷，望远镜。那水壶，你有没有水壶啊？嗯。你也有水壶，啊，刀啊，枪啊，在野外打猎，哇，会有很多危险。那对。嗯。没拿。拿什么？没拿。没拿什么？水杯。水水啊。嗯。你要喝水水啊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妈妈有拿，妈妈有拿，在那边。多啊，水杯。嗯。桌上有水水。阿爸爸，做爱。你有看到吗？你不要再动了啦，永菊。哎呦喂！来，妈妈呢？哦，小永菊呢？哎呦！哎呀！好了啦，来。阿爸爸，做阿爸爸。好，喝水水。
所以从头到脚都要严密的加以保护，尤其山上打野一定要穿登山鞋，知道吗？如果小永群以后要去打猎的话，那你看这些是什么东西？啊！哦，姑姑。嗯。啊，很好多姑姑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好吃，姑姑好吃。嗯。哦，不挑食好吗？好了，我们念完了。明天再继续看念经的故事给小永群听。要睡觉了。两个妈妈。嗯，笑。玩。嗯。妈妈玩。不玩了啦，要睡觉了还玩。也玩。明天再跟你玩啊。明天跟你。好啦，打开啊，妈妈把柜子打开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可以。可以。嗯。臭小鬼头。好啦，睡觉咯，早一点睡觉，明天晚一点起床，行吗？要起床，要起床。你要起床啦。嗯。还没睡你就要起床了。嗯，妈妈抱。好，明天见，明天再抱你。小永群晚安。Good night。小永群晚安了。晚安。小永群，这你可以玩一整天吗？喂，四个。哦，有四个不啊？现在有四个。哎。一直有三个。哦，球球都丢进去，对，全是中奖。哦，哇，有四个破啊！这么好玩，这个破这么好玩。谢谢喽。哎，还真的耶。高档货哦。哇、哦。你看呢？看呢？我们现在在竹围图书馆，第一次来，有一个小小的溜滑梯在那里，然后好多的书，还有一大堆的小玩具。你这种相聚以后就有听不完的故事书了。哎，对耶，要去。我刚是看了一下，这些书都有点破损。哈哈，破损。大家有新的回忆，这样有点小损伤，应该是可以接受的。小永群，以后就带你每天过来看书好了。可以去走啊。啊。我才可以借你一本，我想。哦哦。对啊。好了。每个礼拜回来读过。嗯，对，我们可以看不同的书了，太棒了。不用买书了。小永群玩这玩的好开心哦。哈哈。你这个可以玩很久哎。哪边？这两边，这两边。